等一下。Hello，Hello，这里，是钙钛矿吗？变形枪，那我再买两个钙钛矿。不行哦，那他要用什么？这家伙要用什么什么矿才可以升上去啊？麻烦了。沥青油矿，哦，干，45000更贵，分钱吧。干，哦，对啊，大甲妈祖要出巡了，我们这边的学生每一个都在补课，哎，就是。每个礼拜大家都在补课，这样就是到时候大甲妈祖来，我们这边就要停课。每他好像是礼拜一礼拜二来，所以等于说我们下个礼拜六日一二都是放假的。不是，大甲妈祖是绕去新港，原本是绕来北港，但你知道就是那种利益纠葛，所以他后来改去新港。可是新港现在好像有听说可能又要再换地方，可是我不晓得。他们之前有找另外一个小乡这样，可是
可是那个乡的人是拒绝，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容纳那个容纳大甲妈祖，所以后来又有再去找悲葬台，可是我不晓得谈的怎么样，好像情况也不太好。对啊对啊，新港会帮妈祖家，就算是配合这样。好好什么啊？你就每个礼拜三补课啊，每个礼拜三补课，把星期一、星期二拆成四节，然后连续四个礼拜三都是补课，这样这是新港特有的一个假日，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宗教文化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如果是都市人，应该不会觉得很好。我们的话会觉得不错，可是你们的话会觉得很不好，是因为那个非常的吵，你可能到晚上都睡不着吧。可是我们乡下都是，你知道，因为这边是就是历史的文化的城市，所以它会比较多的鞭炮啊，我们很习惯的。可是你们都市人应该算了吧？我记得内湖好像有个庙。鞭炮得放到10点、11点而已，你们就出来抗议成这样，我估计那个大甲妈也不敢去你们那边了。是啊是啊，这个是这边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风土民情。只有乡下才办得到吧，台北人那种都市人都比较没有办法容忍这种东西。其实我跟你说啦，大甲妈祖还是很强，他只是被一些人包装的比较利益，可是实际上妈祖婆都是好的，只是被人给利益纠葛。鹰眼这把武器，可是我找不到鹰眼这把武器，蛮失落的。商店也买不到，以前好像有拿到，是不会苦了街坊啦，因为我们都很习惯的，我们都嘛是诚心的来接待妈祖婆，所以我们不觉得会苦，你们都市人才会觉得苦。みんな気をつけろ。あいつ、ハルシだ。そう、新しい道を開拓してるの。新たな道を切り開くってか、俺たちと同じだ。よし、あいつに乗せてってもらおうぜ。グランパラス流に馴染んだね。都市人没法接受，都市人很没有办法体恤的，真的是很糟糕。都市人会把自己的权益挂在嘴巴上，然后去欺负人，很可怕。我一个那个朋友，他是住台北的，然后他们家楼下一天到晚都要说自己的权益，所以啊，一直规定楼上就是他们家洗澡的时候8点以后不可以洗澡，因为觉得这样太晚了，很吵，这样很夸张，我听到我都会笑死。对，他只要8点，因为我朋友他们家是警察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警察啊，所以吼，有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真的工作晚了。老实说，警察也是很辛苦。他回来工作晚了，你还不让人家洗澡，干？他说这样子哦，会
他们说这样子哦、喔、会吵到他，他都没有办法睡觉啊，你们都水深沙小啊，干，然后争取他的权益啊，报警这样，太夸张了。哎、欸，晚上八点你在抓狂什么？太夸张，八点以后不可以洗澡，看你接受不了。因为我昨天去看的时候是没有的，我不晓得他今天有没有。我还记得上一次有一个，我忘记是哪一个都市嘞、欸，那个晚上不是有青蛙在叫吗？然后他们就报警叫警察去把那个青蛙抓走的，因为吵到他们。靠北，这个也很夸张。但那个青蛙你也在那边计较，真是很扯。他说因为哈。没有，他们是别墅区，好夸张。好像是哪里什么晚上有鞭炮啊，不是啊，是说有青蛙在叫啦。哦，然后住户就开始说，这样子他都不能弄什么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报警叫警察去把青蛙抓起来，超夸张的。那个我看到也是觉得很胡乱，但连青蛙你都嫌那吵，真的太扯了。我不要死了啦，真的是很不能理他。还上报纸，超夸张的。哦，好不容易。我也不知道、欸，可能又要叫警察去把青蛙领走了。判例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不知道。我上次看到觉得很胡闹，他连青蛙你都可以跟他计较，真的太夸张。
哇，它都变泥巴了。你说潘丽啊？对啊，啊潘丽，潘丽是什么？哦，意大利犀牛的救援品。哦，出来了 ！Yes, yes。9300可能过不去，哎呦，还好。哇，好像选错了。走来走去的，你洗头？哦，到了。に咲いてたよな。もうすぐだね。グランパルスがこうなったのは私のせいだろ。え？この私だった。あの時ラグナロクになって国運を傷つけたのも、グランパルスをこんなにしたのも私なんだ。何言ってるの？思い出したんだ。使命を果たした時のこと。あ、他想起来了。全部な。嘘。みんな私のせいだった。違う。バニラ。お。心が揺れたな。ほら、やっぱ図星じゃねえか。そう、思い出したって言うの？嘘はお互い様だ。お前は全部覚えてたんだろ？あれはバイトのせいじゃない。悪い。話は後にしてくんねえか。あ、好看吗？哦，还蛮硬仗的。哎呦！我太少了吧？这有补跟没补一样。忘记帮他配点啦。
还没有配电就阿斯。现在帮这个小屁小女生配电。少し休みましょうか。ここ気に入ったぜ。哇，这一段不能跳过哎。哎。嗯，它配点系统还蛮复杂的。真的，给那种用不到的真的超烦。干，直接秒，好难打。少し休みましょうか。そこ。気に入ったぜ。哎，我真的要修改器，快给我！我想要，我想要无尽的 GIL， 请给我无尽的 GIL， 玛尼拉。穷哦，罗密欧好穷，现实上穷就算了，干游戏里 也是很穷。
月爱楼是钱，我妹有钱，我不要钱。我忘记买啊！这是什么？好啊，可以的。好穷的。好，再一次。你不要看那个长寿司，好像你们都觉得很贵的样子。我跟我妈两个吃600块而已啊，你们吃简餐都比我多钱。OK， 那个 FB 私讯 ，FB 私讯。我去吃我也不觉得很贵啊，啊你们去吃当然觉得很贵啊，看看你们啊，大家，可是，哎呀，可是我们是吃，我们是有吃乌龙面，哦，他那乌龙面真的很好吃，好想再去吃他的乌龙面了，真的，还有一块豆皮儿。那豆皮超好吃啊！好想再吃他的乌龙面哦。我们应该自己学做乌龙面。乌龙面是豆皮我们可以自己做。不然你们去都是吃寿司而已哦。哦，那个蟹膏也好好吃哦。啊，是。我下次想要吃他的乌龙面。啊，他的乌龙面真的很好吃。哟，收服了，收服了。真的。可是这样吃刚刚好啊。就是长寿司啊！啊，那个翁信志，你把那个店面再贴一下啊！哦，我们应该要去跟你捧场一下哈！哎，我妈超爱吃乌龙面呢。おかしいと思ったんだ。翁信志他们开国父纪念馆那边吗？好的，我们去吃。レインズの話を聞いたら納得いった。知ってたんだな。ラグナロクは全部をぶっ壊す力って。私がずるいから、
嫌なこと全部ファングが。だからって隠してんじゃねえよ。私が喜ぶと思ったか。何でも自分のせいにしやがって。呀，这家伙还蛮温柔的嘛。もう一人で背負うな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泣きたいのはこっちだっつうの。家族も増えたんだ。今度はぐれたら許さねえぞ。不哭啊，好啊，你五月就要换工作，那你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四月赶快去吃吗 ？OK， 弟子，我们四月去吃啊，四月十六号嘛，四月十六号是不是工作完？然后，哎、欸，我四月十四号也有一个工作、欸，哎，那我就结束之后过去吃。还是四月十六号来办个聚会，然后我们大家去吃。现在打架。那等一下，那个姚哥，我们做一个那个表吧。做一个表吧，就是大家到时候在那边集合，活动不一定要参加，就是看乌龙面要不要大家去吃一下。好久，因为二月三月我们不是在那个吗？哎、欸，我看一下那个是几点。他好像是到七，他好像是到，哎、欸，我忘记是几点了。我等一下晚一点去看。好，我明天把那个。然后我们要说是，我们要说是翁姓是大大，他叫我们来吃的。哎、欸，我们有赖群组啊，我们有赖群组啊，就叫罗猫窝。可是我不知道赖群组要怎么加，你看怎么。我不知道啦，我唔知啦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我不知道怎么加赖群，我也有在里面，可我不会用。啊，好吧。十四日的活动就是只有，十四日的活动好像不是公开的、欸，只是它是那个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，那是今天接的，就是去主持一下，好像一个小时，九点到十二点，然后十二点播完就可以走台北分部。不是，是那个是一个主持会发布会，可是那个好像没有，不是公开，不是多公开的活动。对，所以十二点玩的话，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十四号，因为十四号可以多吃点，可以吃比较久。十六号的话，好像是到
我忘记到几点，好像是我晚一点去看一下好了。我现在问我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蛮西，你有的是机会，有的是机会。因为一般可以啊，因为一般我都是有工作嘛啊，然后看就是我工作完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就会一起聚吃个饭。你知道加本专哦、喔？我跟你说，你去 FB 搜寻 LMOPDD。他就会出现那个粉丝专页跟那个罗猫窝的社团，然后你就加罗猫窝的社团，两天都吃。那，哎、欸，欧心智，我要多点一块豆皮哦。Hello， Tony。法拉利内不是，是罗技的啦。是罗技的 G900。なんだ、もう終わりかよ。是罗技的一个记者的参会还是什么？只是主持一下而已。其实 LMOPD 最准啊，就什么都很好找。然后，因为我常常台北会有活动嘛。然后我活动完就会大家一起聚餐吃个饭，所以你们要的话可以那个。哎呦 ，Tony 今天比较早哎、欸，比较早哦。安心して。頑張って。好休假呢，有没有空空休息？啊！我居然一下就死了。这里的怪也太强了吧！哦，到晚上6:30哦。可是我就是吃到差不多8点还是多少，然后我就必须要去那个哦，就是必须要搭高铁回去哦。哎，16号哦，对啊，不然没车，就是不能待太晚。一盆豆皮，我不要一盆豆皮，我多一个豆皮就好。哎，完，哎，看有没有管理员有空可以。我不用一盆豆皮好吗？我只要多一块豆皮就很超值。是店长会不会以后就不让你离职啦？店长会说，我们要过去，然后只说我们希望由翁信智先生来为我们服务，然后大家就排排站，让翁信智在那边夹那个虾子啊，夹那个葱啊。这个活动呢不一定能进去，所以就赖雪我不知道怎么加入哎、欸。你们先加社团好了，然后社团有人有贴怎么样的？不用，我只要多一块豆皮我就很高兴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豆皮乌龙面。豆皮，你们店有豆皮乌龙面吗？我要先问一下，你们店行不行啊？有没有豆皮乌龙面啊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可不去哦。啊，取消了，取消了，去豆皮寿司的隔壁。哎、欸，那你会不会煮他们的豆皮啊？赶快教我们点诀窍，回来自己煮。
真的吗？是吗？我们要过去，我们希望由翁信志先生来为我们服务。然后等到他这边帮我们夹面啊，夹什么完之后，再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客诉，我们要客诉啊！刚刚那个翁信志哦，脸超臭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翁信志脸超臭的啦，我们要客诉。哦，好，我要一个狐狸乌龙面。你们那个翁信志啊，脸真是臭了，就被死糊到一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间店下次不来了，超靠腰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哦不，你又死了，你他娘的嘞！东一天要客诉就尴尬了，你知道吗？东东那个长龙地勤做的还蛮辛苦的。Hello， 九云啊，不要帮我加料，不要帮我啊，好啊好啦，我那个豆皮寿司哦，你要那个。然后吃完我们还要那边，刚刚那翁心志的脸超臭的。对啊，刚的服务生好像欠他公道价一样。那个翁信志先生是怎么回事啊？就吃完一个样，吃完一个样，超弱智的啦！就盖记忆不着急。哎，欧普，你要死了，你这丢脸的家伙！超弱智！哎，我记得东东才跟我说，他上次遇到一个 OK， 说什么你们都没有回播。哎，东东，你再讲一次，那个我觉得好笑。哎，我那时候有通话，你们要一直播进来啊，宝贝。哎，会不会说？哎、欸，叫你们店长出来一看翁信志，尴尬了。结果我们被集体赶出去。店长都是我啦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你要吃他们豆皮寿司还是啊？是，我还不要吃他的豆皮寿司。哎、欸，我们该找存档点，然后休息了。叫你们那边换角。哎、欸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？这任务是怎样啊？哪招？任务不给解。啊，现在怎么办？奥飞错在。啊 ，check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是 Steam 的游戏 ，Steam 的。行き止まりかよ。新たな道はどこへやらだな。うわあ！止まれ！止まってよ！ファイルピースを生み出すな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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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パンプ、逃げろ！啊，火车来了！
我还没关台，你那么急。哦，停了耶！哇，欧布好厉害啊！止めちまったぞ。いい教訓だな。たとえファルシが相手でも、力を合わせりゃ立ち向かえる。俺らもそうありたいもんだ。説教臭いぜ、おっさん。あいつが止まってるうちに、さっさと乗っちまおうや。没有刚刚说你是弱智吗？你就通话中要我打几次啊？じゃあ行くか。要坐上去吗？坐。可以这样子坐上去吗？你要跟他老娘一分钟几十万上下的，你三小，哦，到了到了，把它存档了，我要去吃饭了，肚子饿。都你们一直在讲豆皮寿司，我现在觉得我快饿死了，这么晚了还要吃这么多，万一胖了怎么办？哎，万一胖了怎么办？